大家在主里平安，感谢赞美主。今天是星期四，是4月18号哈，是188青色的188，我们到了这个188了，感谢赞美主。但是今天呢，我那个真的我写出来了，画图片还有字这些写出来，那一面上面的日期没有把它写得好，对不起哈，应该是18 April 2019年，然后应该要写着。T 是星期四，但是呢，昨天写错，当时又没有那个correction fluid， 所以就没有改，刚才又忘记了，对不起，请原谅我。好，今天是星期四，我们又一点接近要回家，要记得从昨天开始，神说我们要讲远远的话。我们要远远爱主，我们要远远仰望着主耶稣，我们要永远的爱神爱人，我们要永远的感恩，我们要远远的跟从着主耶稣一路回到天家，我们要远远的跟从着主耶稣，我们要永远的记得为人家祷告哈，也记得关心别人，我们永远的要了解到神，我们的主耶稣天父天子圣灵的心意哈，去了解神的话。感谢赞美主。今天呢，我就灵命治疗没有读了，因为我们这边哇塞，好几个小时都停止 ，OK， 没有。就好像那天东方那边我先生的哇塞也是不能够用好几个小时，星期日这边星期日，东方是星期一，大概你们那边也没有感觉到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不读灵命治疗，但是今天神给我看到异象。就看到这个video 这个意象，有一个人站在那边，就是这手旁边写着字哈，不是旁边的，比较底端，但是因为我下面如果写比较低一点，就看不到看到不到字，所以我就想上去一点。这个图片是在哪里？是在17那边，所以这个是一个 video 唱歌。赞美主的一个 video， 那我就先给大家，也是我看到的哈，陪我 ，OK， 陪我，所以里面有讲神的话，有讲神的道，就教导我们。好，陪我，这个陪我呢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一路来都叫主耶稣来陪伴这种我们，我们都有主耶稣陪伴着我们，我们都有圣灵陪伴着我们 ，OK， 阿巴父在看顾着我们。但是今天呢，我相信主是跟我们讲说，我们愿意陪着他吗？好像2008年的时候，神就开始教导我说，他每个人都要主耶稣陪伴着，但是主要找人来陪伴他。所以那时候2008年开始，他就教导我，就我更进一步的去了解上帝，去当他痛苦的时候，我去安慰他，我陪伴在他身旁 ，OK， 这使他更开，使他开心一点点也好。所以今天呢，神是叫我们这一群人，我们愿意吗？他问我们愿意吗？陪着他，陪着他，知道他的心思意念，知道他的痛苦，知道阿巴父多么。怎样讲不阿巴父一直在坚持就是不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嘛，但是一直在拉，为什么他不要像挪亚的时候毁灭整个世界，对不对？人类都死掉，只剩下挪亚一家人。在他要毁灭这个世界之前，他真的很痛苦到他这个结束哈。但是呢，我们一直祈求着阿巴父 ，OK， 祈求着上帝来救这个世界，不是毁灭这个世界，是救这个世界 ，OK。所以阿巴父听到我们的祷告，所以他怎样讲？他问我们，我们愿意不愿意陪着他 ？OK， 愿意不愿意陪着我们的上帝？你们愿意吗？愿意吗？你们愿意献上你自己吗？愿意献上你自己来好好珍惜我们的神，我们的阿巴父啊，三位一体的神，你们愿不愿意？愿不愿意陪着他直到永远？你们愿意不愿意？当他痛苦、伤心、流眼泪，看到世界流眼泪的时候，你在他身旁。愿意不愿意？阿巴父爱整个世界的人，每一个人他都爱，我们上帝每一个人都爱，我们愿意不愿意陪着他爱世界的每一个人？愿意吗？这是今天上帝要跟我们讲的话。我们每一次都说神啊，你陪着我，但是今天神问我们，我们愿意不愿意陪着他，陪着他，
大概大很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说神是万能的，主耶稣是万能的， OK， 就没有感觉到我们需要去了解上帝，就觉得上帝什么都是咻一下就好了，就好像一个 robot 这样，没有感觉，你知道 robot 吗？铁人 OK， 没有感觉这样。但是当我们更深一层去了解神的时候，他的思想他的感觉一切比我们更敏感，更怎样讲，上帝是需要我们人，我们需要他，我们需要他180，他当然可以讲说神也需要我们 OK， 我们要一起工作，我们要一起开心 OK， 是神创造人的最终基本的原则，就是陪着他，陪着他，大家才监察自己一下，就好像警告监察，到底我们愿不愿意陪着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的阿法父，去了解圣灵的辛苦，好吗？所以今天我们神的话就讲到这边。好，看到的意象呢，当然一边眼睛，我的 right eyes 就闭起 left eyes 的时候，眼睛这边张大这个 right eyes 的时候，就看到电流，中间就是这个背鳍的门这个天道 OK， 这电流流得很厉害 OK， 这真的很有力的在流动着，就是等候着背鳍。好还有现在我要讲到声音，听到声音我一直忘记很重要的没有讲哈。前两天就好像前两三个星期我们有看到一个 amplifier 一个 mic 这样，就是说你要注意声音，你要注意声音。好，我先从声音开始哈。今天早上呢就看到自身，就是早上的太阳6:57的时候突然间很亮很亮，但是6:几分钟之前我就注意到，哎，这个太阳又太阳的光又照进我的房子 ，OK， 那我就把它照下来。但这个照片很奥妙，就是说照出来看的时候也有看到，红色在一边，然后又一边，然后又是底端 ，OK。第四个照片没有看到粉红色的颜色了，所以我会先给大家，大家可以自己研究一下。你说我只有照几个照片而已，但是在照片当中就是这样的次序，一个在 right， 一个在 left， 一个在下面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没有了。你说要自己特意去照出来是不可能的事，所以是阿巴父，我们的上帝跟我们在讲话。但是当我在想着神啊，今天这个太阳啊，日神啊，就是 sunrise， 到底是不是你在跟我们讲话，还是说这是自然界突然间巧合的，这个太阳就照进我的房子，然后照相就看到这个粉红色就三个部位，然后第四个不见了，然后过了多少久我不知道，几个小时嘛，就神给我看到天空上，天空上的旁边也有树木，就像我早上看到的一样，然后天空上那边就闪了一下，闪了，就像这个早上的太阳一样闪一样，闪得这么光 OK， 有两次就是一个证据，就确定证据 OK， 就是说早上我看到的日升 sunrise 是真的从天堂而下，就上帝在跟我们讲话哦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讲到声音，好，我在16号就是在星期，16号是星期几？星期日，星期一 ，OK， 18、十七、二、三、四，没有，星期二的时候 ，OK， 就听到那个号角声，喇叭声，喇叭声是嘟嘟嘟。嘟 ，OK， 蛮大声的哈。我在楼上的时候，那时候是8:34，就是87，好，那接下来呢是昨天我就听到4:58，5+8也就是13 ，OK， 它是声音是滴滴滴滴，这样很大声，这就好像阿拉姆闹钟那一种声音这么大声。真的很大声的哈，不是说通常像 coffee maker 还是那个电视怎样讲water heater 就是水壶啊这种声音，不是的，那种声音太小声了，我听的声音是很大声的哈。好，今天早上呢，今天早上我问我女儿她有没有听到，她说她没有，那时候她在洗手间，当时我在外面。那个声音是在外面就听到，我在上面写的 ，OK， 是这样，
滴滴，但是它的滴是很大声的，我不能够做这么大声。OK， 那时候我看时间是1:09，109。那109是大家都知道，9点的单位呢就是3就是了啊。哦 ，OK， 有没有我之前看到的一项3:02，然后9 ，OK， 所以啊、就是说在九点的单位就是 one finishing， 就是完了。OK， 完了，要回家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刚才2:19的时候，在楼上我又听到 block， 这个 block 我知道现在在哪里。那一天我跑上来的时候，从楼梯走上，就在楼梯我走的当中，就在我的上面就 block 了一声。这个我知道楼梯那边就是这个天路 ，OK， 就是一个 portal， 然后它 block 一声。block 一声就从那边而来，那是2:19 ，OK， 2:19是现在明天我们就进入第二个了啦，第二个了，明天就是19号，东方已经进入19号，19号就是第二个了的开始哈。好，第一个了呢是16号、17号、18号。第二个乐呢是19号、20、21，所以19、20、21都是蓝色，之前看到是蓝色了哈。还有最后一个乐是22号、23号、24号，就是最后一个乐了。感谢赞美主。还有在12:14的时候，就今天第一次听到，因为大多数时间在楼上嘛，但是我不知道我不在的时候有没有。但是中午的时候12:14第一次听到，是今天第一次啊。之后2:53 ，OK， 然后后来3:33的时候又听到讲。好，感谢赞美主。还有OK， 昨晚躺下来要睡，昨晚真的很爱睡，很爱睡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爱睡。然后我就躺下来11点就上床睡觉了，要睡觉。然后我感觉到旁边真的有主耶稣来哈，那时候听到旁边有声音啊，就主人啊走到你旁边的时候，通常会做一种声音哈。所以呢，就是11:47，那4+7也是11哈，就是11:11 ，OK。之后呢，1分钟之后就在我的面前，很近我听到铃声在响哈。好，那今天早上呢7:09，7:09就是 one finishing， OK， 就完了，10就是完整了啊，很有可能就在新天新地了。然后那时候哈，你知道我这个垃圾桶比较大的垃圾桶，它自己会有声音出来，就好像人敲这个垃圾桶一个声音这样哈，很大声的啊、也不是很大声，不是很大声 ，OK， 就是听得很清楚那个声音，敲一声垃圾桶那边，就是说要回家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2:21，再加2就是23号啊。如果你看下面最低那边24那边有没有看到123，就是最后一个意象，刚才看到了最后一个123。OK， 那我现在看到这个时间算起来就是21+2也是23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是什么事情？对。我在这加水进去楼上的那个 filter，OK，、okay, 水过滤水 ，OK， 加水进去。当我在加的时候，放在那个 bench top 的时候，放下来的时候，我就听到三个敲，就是用手指这样 ，OK， 然后。当然声音不是这么大声，我不知道出来会大声，但是比较小声一点，因为是打进那个 filter 的声音哈， filter 的声音，所以是哒哒哒，然后有哒哒哒，是不是包括今天就是剩下6天了。当然明天我刚才看到意象说明天开始就是剩下5天了啊，所以感谢赞美主，声音大概就是这最重要的，比较重要就这么多了哈。好，我们回去图片。那昨晚我也跟大家讲过，好像两个金片这样，金钱金的钱这样哈，两粒哈，然后下面是写就10，大家都知道两粒是不是一粒代表一个了呢 ？OK， 只剩下两粒了 ，OK， 就是6天了。好，接下来10就是完整了哈。
接下来就看到大很大中间两个字，然后冠军的冠 ，OK， 或者是冠冕的冠 ，OK， 或者怎样讲，王冠，头上戴的那个，好像有给我看到一点，但是不是很清楚的哈，就等着我们了，王冠在等着我们。好，接下来看到长方形的，就像画的一样哈，三个长方形 ，OK， 连在一起，然后是发亮的，很发亮的哈，就大概就是跟我们讲之前看，就是同样昨天吧，也是昨天看到一样的，一天看到三个了 ，OK， 三个了 ，OK， 三个了。好，接下来也是使我们想起之前看到五个长方形，中间那边写23、23、23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23、23呢，大家有没有过来一点？在15那边，刚才呢下午吧，忘记了，中午过后还是在快要中午的时候，就看到五个长方形 ，OK， 是亮的长方形，五个。OK， 五个都发亮了，都发亮了。给我聪明智慧是说明天明，后来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在23那边写的8:05，8:05，然后之后字界之后就明就一个字明出来，就是说八就是加 ，OK， 05就是说还剩下五天，那就从明天开始，明就是明天开始啊。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到后面了，因为之前的都是预言哈，都是预言，好像那一天说哪一个配合哪一个，我忘记了哈。但是呢，是之前的是预言，相信现在已经到尾端，都是一个 countdown 了，没有再加一个台阶了。OK， 现在是到了是最后了。好，感谢赞美主。接下来我就看到一生，然后两就是一画一画过去，耶稣就是一生一世跟着主耶稣了啊。接下来呢，那是很亮这字哈。OK。接下来就这样，今天早上第一个意象爬起来的时候，第一个意象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球上 ,OK, 陆地 ,OK, 是陆地田地 ,OK, 然后这个田地它突然间怎样讲，这个画面就上去了，上去它会自己上去哈，上去了就看到青草地 ,OK, 就看到青草地，当然这个青草地就是新天新地那一端 ,OK,接下来我就看到这个葡萄树，这个葡萄树是很健康很漂亮的葡萄树，但是不是老的那一种，是年轻的葡萄树 ,OK? 年轻的葡萄树现在跟我讲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,OK? 葡萄都很有意思，大家回去看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过着新的开始 ,OK?跟主耶稣过着一个新的开始，好不好？就新的一开始，之前的全部都忘记了，就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当然好的东西我相信都会记得，不好的就不记得。如果记得的话，我相信是不记得了哈。记得的话也不会在你的脑海中 OK 出现了。好，接下来呢第八那边，当然自己的父母亲、自己的丈夫、妻子、孩子们都记得啦，对不对？还有呢还有家人留下来的也当然记得了哈，所以在新天新地那一端也要为他们祷告 ,OK? 感谢赞美主。那第八那边就是刚才讲到了天空上出现这个图片有两棵树，然后这个太阳出来，这是在天空上看到的哈。第九那边就看到那个 bench top, 楼上的 bench top, 不是 bench top, 是桌子吧。然后有一个盘子，这个盘子是有一个奶油颜色哈，然后它有一个蓝色的圆圈这样旁边哈，蓝色的一圈，然后里面看不清楚里面是什么东西，还是一个 pattern 这样哈。之后呢，我就看到主耶稣的手拿着一块饼干，这个饼干就好像是人家讲好像 pineapple tart 啊，或是 jam tart, OK, 这个我也不知道华语怎样讲，就是一个派的东西 ,OK, 饼干可以就讲饼干啦，中间有那个 jam 就是果酱 ,OK, 然后它上面果酱上面又有一条线一条这样，就好像怎样讲背起的门这样齁，
啊，然后是 lattice 是六角形、三角形这样 ，OK 的形状。好，饼干大家都知道，饼干我们常常天主教就每个星期日就吃饼了哈 ，OK 吃饼。我们呢，其他Protestant Church 啊，都是一个月一次，对不对啊？喝主耶稣的宝血 ，OK， 吃主耶稣的身体 ，OK， 吃喝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吃主耶稣的身体使我们的身体恢复啊，使我们的身体怎样讲啊？圣洁哈、啊，跟从主耶稣圣洁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第十一那边。啊，十一那边就看到，这个是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看到的意象，我就忘记写下来，但是也明显在我的脑海中。为什么？因为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意象，就是一粒 orange， OK， 把它剥成两半啦。但是好像一半里面比较近我的有一块有一片已经拿掉了，所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？OK， 今天呢早上我在。左大怎样切这个一粒 orange 的时候，有一粒很特别，好像很熟了，一定很好吃。OK， 它的形状有一点像鸡蛋这样 ，OK， 蛮特别的，就对它很有兴趣。OK， 很有兴趣，然后我就把它切了，然后我觉得哎，这粒橙 orange 很特别啊。现在有 prefire 打一声，为什么呢？哎，怎么打进去看，全部它的一片一片都是一样大小一样样的，然后我就把它算一下有几片，算起来九片，真的九片 ，OK。大概我要去照一个照片给大家，我还留在上面的冰橱，九片一样样的形状，没有大小也。就是一样样大小 ，OK， 所以很特别，是第一次遇到这样，每一片都是一样的大小啊，而且是很特别的一粒 orange。所以这边是讲到神，就是昨天是前天看到这个 orange， 拿掉一片，昨天就剩下八片，今天呢大概是说剩下六天还是七天了，大概这个 orange 是前天看到的啦，我忘记了，但不要紧 ，OK。里面有九片，就是后面的了。好，接下来我就有看到啊，我相信我如果没错是十三的先看到哈，但不要紧，就是我就看到青色的十八八，金色的十八八，但是不像上一次看到的那么清楚，上一次看到最少两次哈，十八八是青色的，今天又看到十八八，因为我们这边还是十八号啊，十八号，我们今天的十八号是在三点的单位了哈，三点的单位，因为十六号到十一点的单位，然后跟一点的单位他们结合，所以一点的单位也是十六号啊，是十七号是在两点的单位，然后十八号就三点的单位，那也是一个了 ，OK， 就是说十六、十七、十八是第一个了啊。接下来我就看到啊，为什么第一个了？对，我OK， 整个时钟哈，一个圆圈，整个时钟，但是它就有个比较暗的笔，给黑色的笔这样，黑色的彩色笔这样，就把它。画下来，在十点的单位画了一圈，一圈到四点跟五点的单位 ，OK， 在四点五点的单位这样，就好像我画的一样哈，所以就是说已经走完这一圈了，走完或者是明天开始就走完这个十点到四点啊，四点的单位，现在东方已经到四点的单位 ，OK， 明天就到五点的单位了，好。感谢赞美主。接下来呢，就十四那边又看到一个圆圈，一个时钟，然后是一个 marker pen，marker 是很黑的那一种，他就画下去，只做哪里？只做四点，而且四也是用 marker 写的，只做四点。然后因为他神很怕我看不清楚吧，他下面又有一个箭头，就是 marker 画的箭头是讲说这只做四点 ，OK， 四点 ，OK， 好。四点是第二个了的开始哈，接下来四五那边就是我刚才讲了，十六那边呢就是讲到五个
长方形发亮的长方形五个，这个要从明天开始，只剩下五天了。好，十六那边有看到好像 video 这样，但是上面有怎样讲了、啊？有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好像有五个 ，OK， 四个到五个，但是我眼睛就注意到两个字，就是写着状态，状态，状态 ，OK。状态都是八画八画啊，如果态的话是一个大，然后中间一点，然后下面一个心，给我聪明智慧就是说大的心就是上帝的心的里面 ，OK， 里面有一个地，有一滴 ，OK， 大，然后一滴就是态，然后下面有一个心，就是我们的上帝的心的里面是什么呢？上帝的心里面，接下来我就是就是接下来的一项就是陪我。陪我，就上帝说，你们愿意陪我吗？你们愿意陪我吗？你们愿意做我的新娘吗？你愿意做我的新娘的话，你要了解我，你要了解我，你要知道我是爱世界每一个人的上帝。OK， 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，上帝是我讲，我不是我讲我哈，我是讲上帝。OK， 上帝讲话。OK。就是说我代表上帝啊，我不是上帝好不好，我也不是主耶稣啊，我只是跟从着主耶稣，大家都是跟从着主耶稣。你有时候讲话有时候很怕人家误会我们哈，就把它弄得很大很大，小小的东西变成很大，我很怕这样的情况哈。所以呢就是说主问我们愿意陪着他，就是刚才讲的话了哈。OK， 那接下来呢，就看到主耶稣的手拿着一粒鸡蛋，我其实画的不像，他鸡蛋上面是比较紧一点，然后他就已经剥好了。但是刚才的时候，我有看到鸡蛋壳分成两半，鸡蛋壳有在一个白色的布，四方形的布哈啊。蛋壳，但是之前呢几个小时我就看到这粒鸡蛋了，这粒鸡蛋主耶稣拿着这粒鸡蛋给我看到好几分钟，好几秒钟 ，OK， 好像四五秒最少 ，OK， 给我看到这个鸡蛋，他说你看这个鸡蛋，它的皮已经，它的壳已经剥掉了，已经剥掉了，鸡蛋已经成熟了，已经剥掉了哈，就要回家了。好，接下来我就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主耶稣的手，他拿着先看到一把刀，这个刀是切水果的刀 ，OK， 比较小的刀。先看到刀，然后我就想到，诶，怎么看到刀？然后看到主耶稣的手拿着一把这把刀，一样样的哈。然后他的手呢，看到他的手拿着一把刀，是在我们的那个洗碗盆那边。洗碗盆，然后使我想起洗碗盆就是代表这个世界 ，OK， 洗碗盆就是代表，现在后面有一个声音，代表这个世界，所以主耶稣打着这把刀要解决这个世界 ，OK， 什么事？怎么呢 ？OK， 然后给我声音讲说 ，cut off the umbilical cord， 你知道吗？我一个妇女给怀孕，她的 baby 吃到处有一条绳子这样，好像绳子这样啊，华语字叫做什么？叫做哦，我忘记是叫做桥带、笔带，好像啊，笔带是叫脐带，脐带是吗？叫做脐带哈，就是脐带，这个脐带是 baby 从妈妈那边得到食物了哈，在肚子里面的 baby。那主耶稣，我听到圣经讲跟我讲说要割掉这个 umbilical cord， OK， 就是说母亲是谁呢？母亲就是教会， OK， 也是以色列，那就是配合启示录第十二章。第二章啊，第五节那边讲到这个妇女怀孕，她的孩子生了孩子啊，男的又被带到上帝哪里去 ？OK， 所以被带到上帝哪里去，就是讲到被提 OK， 所以我们一大群人不只是我们一起的，还有加其他哦，其他世界各国的被提的，再加小孩子们、baby 们被提的这一群呢，是从教会里面。把他主耶稣把他这个 umbilical cord OK 就把它割掉，就是分隔啦 OK， 这个 baby 要带上去 OK， 这个 baby 就是圣洁的 baby， 是无辜的 baby， 是圣洁的 baby， 是属于天国的 OK， 是属于天国就要割一下，所以这个教会就分隔了 OK， 教会就是讲到主耶稣的肢体，就是讲到全部的教会加起来一个肢体啊，在基督里面，但是要分隔了。
要分隔，大家都知道审判从主的家开始哈。OK， 所以主就给我看到这把刀。好，他的意思啊、之后呢，我看到什么嘞？啊、看到四季豆这样啊，四季豆，然后突然间在我面前出现，好像五条到六条这样啊，只看到一帮一帮啊，五条到六条，然后会动的，你知道吗？好像在风这样在动这样哈、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动，是不是叫我注意一下？因为那时候爱睡嘛，动一下，然后哎，看到前面这个四季豆五六粒这样，因为没有那么精神去算一下哈、啊，但是。给我看得很清楚了，就消失，就是说其中一个四季豆呢，上面有一条绳子这样 ，OK， 是黑色的绳子这样，这样就是这个就是背提的道路啦，就是说哪一天就是背提了 ，OK， 背提，这些画面都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哈，第一次看到的。好，接下来就看到了、啊、好像我们的阿温那个主菜那边常常看到时钟，对不对？看到时钟是亮的蓝色的，有些是几点几点的哈，啊差不多一样的画面，但是这个时钟没有亮了，也没有亮了啊，大概这也是讲到我不知道是预言还是什么啦，但是就是没有亮，还有在左边那边 left hand side 那边就很多四方角四方的长方啊，很多很多。啊，我画也画不了这么多，然后再过来呢，就只剩下两个上面比较大，下面比较小。OK， 是不是讲到我们到后面？但是我的注目呢，注目在这个 left hand right hand side， 注目在右边。OK， 右边。OK， 那左边那边 left hand side 就没有去注意啊，因为圣灵的带领之下，就注意到这个 right hand side。OK。好，接下来其实我还有看到其他日向，但是没有地方画啊、有看到两个水壶，一个比较高，一个比较矮，比较小，大概是讲到五天，就是明天开始这五天了。好，接下来我看到一个圆圈 ，OK， 一个圆圈，然后里面圆圈的里面又有一个圆圈，这个圆圈是灰色的 ，OK， 灰色的。比较暗的颜色，然后给我看到，后来亮给我看到是新天新地那一段，现在我也会看到 ，OK， 它这个圆圈呢，圆圈里面又有小小的圆圈，就从远的地方就向着我的方向过来，向着我这边方向过来，就是说我相信是怎么讲说背题的时候，这个天路就这个门就开了，就。到我们，然后拉我们就走了 ，OK， 拉我们就走了。好，接下来我就是刚才讲的，我看到805，就讲到明天开始剩下五天，然后呢，最后一个是1:23，就是一就是 finishing，OK，、okay? 最后一天了，23 ，OK， 你之前有看到意象说 by the end of 23rd，OK，、okay? 什么 by the end 就是大概等候到23号是最后一天吧。所以大家继续努力啊！我不知道是不是东方23，就是背题24号，还是东方西方都一样，还是说再加到25号，但是不要紧，大家就是要信靠与顺服，神已经考验我们的信心，经过这么多的台阶了，这么多 so many steps to go through， OK， go through testing one after another， 就是考验我们的信心。今天大家还留下来的，而且对神的信心。而且啊，每一天都很诚恳，very diligent，OK，、okay? 而且很细心去了解到神对我们的爱。大家，我再讲回来，每一个意象是神的心思意念，是他的细心，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个意象。这是我的心态，也是大家的心态。大家继续努力，感谢赞美主，明天见，阿门。